皇上还亲驾秦钟生。找他做什么？我要你嫁给他的儿子。什么？爹，这是我的遗愿，你必须嫁，不然你想要我死不瞑目吗？爹爹，我已经完成您的遗愿，嫁给了秦初安，只是对不起，女儿不甘心和这个男人过一辈子，他不是我可以托付终生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让秦初安厌恶，休了我，放我自由。你们知道吗？昨个我的丫鬟亲眼看见爷从新房里跑出来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可是新婚之夜啊，还不是因为我们的少奶奶是一个丑八怪，活活把爷吓跑了。哎呦，要知道我们爷最讨厌的莫过于丑女人和气味难闻的东西了。啊，是谁？怎么了？我听见草丛里有声响，过去看看。哪里有人嘛？奇怪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别疑神疑鬼的。人家真的听见有声响吗？哼，臭的东西，原来如此。什么味道？榴莲？好多！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榴莲？臭死了！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早餐啊！你有病啊！我壳儿啊！相公，你没事吧？干嘛？哎呀，相公，我帮你擦掉。好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给我走开！神经病！这样，他以后看见我就会躲了。秦少爷，你身上怎么一股怪味儿啊？别提了，今晚我不醉不归。楚安，刚成亲就跑来喝酒，像什么样子？今晚不用陪你媳妇。陪他？我可不想妖兽，他不是喜欢榴莲吗？就让榴莲陪他吧。秦大少爷，你真坏。宝贝儿，我对你不坏就好了。兰花英出来了。嗯。啊，太好了。秦少爷，你想去哪儿啊？让开，我要找兰小姐。回家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七叔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回家和那个丑女人在一起啊。老李，我先回去了。好的，东家。哦，不用鹊桥了，他已经走了。
真是，他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早啊？哼，看见秦楚恩，我就不想待在这儿了。如果我也能在这里扮丑吓吓他多好，可惜我还得做生意赚钱呢。就在这里下车吧。原来有意思。秦先生，我们的人马、军火、资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差一个能联络上各大家族势力的中间人了。有推荐吗？有，维也纳夜总会的女主人兰花莹。嗯，这女人可是吃透了上海城各大势力的关系，是名副其实的交际花。如果能搞定她，我想我们会轻松很多。有意思。得一劳永逸，让秦楚安彻底远离我才行。所以明天我得准备一场大戏。但这是下策中最好的上策了，我必须让秦楚安讨厌我，休了我才行。爹，你看这个女人多不懂规矩啊！我和丽珠在睡觉的时候，她门都不敲，直接闯了进来。不要，不要！休了我？为了让楚安讨厌，颜面都不顾了吗？楚安，你可真像可儿说的这般过分，嗯？我没欺负他，只是不想和他有什么关系罢了。这，去领罚。可恶的女人！是吗？一定要讨厌？一定要休了我。开心吗，侄媳妇？我刚刚的表现难不成都被他看见了？惨了，这下要怎么解释呢？初安被罚跪，我怎么会开心呢？不对，其实是有点开心了，楚安这次被爹说了，说不定就会收敛些。哎呀，我在说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靠那么近干嘛？说，你问可儿在笑什么？可儿还想问问你在笑什么呢？
我只是看见你开心，我就感到开心罢了。这是什么回答？不应付他了。七叔，可儿突然想起有点事，可儿先走了。站住！他，七叔，你放开！七叔，麻烦你让开，可儿要走了。侄媳妇，你先别想着走，你先回答七叔一个问题吧。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七叔很久了。你说，一个女人如果总希望丈夫离自己远点儿，总是故意惹丈夫厌烦，你帮七叔分析一下，你说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她说的不会是我吧？这个就只有那个女人知道了，可儿不太懂她呢。像我巴不得初安靠近我啊。是吗？当然是啊。很热吗？怎么流汗了？